OK，这关越狱之路蛮简单的。哦，这给它移过来。对，就只要把板子放好就好了。那这个宝箱，就是把它放上来，那你就可以传送了。就这样。然后这个就这样放着。然后到这里之后，后面有一个板子，等一下，这板子有点难放啊，放在平衡。这样就通关喽。